我要拨开这个手，你要拨开这个手会产生一个这个力量，练习这个力量，你看这个，看得到？我要拨这个手，你看这个，这个的时候，我的身体，它给我的身体往这边移动的力，懂了吗？这个是拨，拨，你看，拨，拨，懂了吗？这是拨，这个是拨，拨，这也是拨，这也是拨，哎，这也是拨，这也是拨，看得到？接触到的地方，你要能够有一个这个力量让你动，这个力量让我动，这样懂吗？这个力量让我动，不是你去动，你去动它移不是还在前面吗？晓得吗？不是我动啊，水碰到石头了它才动嘛，对啊，才产生转向啊，我是碰到了它很硬，是不是硬？我一转我走开，晓得吗？要掌握这个力量，你们去试试看。